Hello， 嗨，大家好。今天来开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闪刀，闪刀的 YCSJ 会场限定。这好像是全球，不是全球啊，就是抽选一千个，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全球限量只有1000份。那有资格的人才有。对啊，就是他有抽到的话才能去现场领。本来是不想拆的啦，可是他每天看那个柜子上。对啊，半段风扇缺一啊。每天都是这样，刚好凑满3张，就把它打开吧。好，小心。哎呀，那这个。卡的来源也是南部最大户，是谁就不用多说了。可以推出来吗？好啊。对。好长哦。那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说有这个闪刀01的卡套。跟半钻风伞刀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。用美工刀好了。其实很简单的、啊。用美工刀好了，你这样撕。对啊。我们尽量保持这个盒子的横横的线完整性。那这当初买的时候12000，那现在应该有超过这个价钱。小心，我没有开过。的意思是，就是我还没有看过里面的构造是怎样。塞空间的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才对嘛，可以拿来用吗？这个，好了，不要，就。这个再放一下，应该都会变得更稳。卡片是这个状态。卡，真的的卡，小心，这样好不安全哦。它粘住了。放太久了。怎么了？就是折角。小小。因为它没有一个板子固定，就它直接跟这个圆球放一起了。可能压一下，你要不要用割的？不要。思考一下。好，用割刀。你帮我，你手比较强。割到纸板倒也没关系，不要割到袋子。我要在镜头前面吗？还是我？那把我们架镜头干嘛？你直接都不要。就直接都不用加。这可以这样吗？还是要这样？没关系，这张应该还好了。就以这个透明套子的完整性为主。可是你这样割下来，你等一下还是要想办法把透明套子的。闪刀机真的很机车啊！这个风伞这么强啊，结果那个补充包出银质，好，然后想要一点点高版本，好，银质半钻，然后直接是会场限定卡，就跟闪刀01一样啊，不是普卡就是普钻，好啊，每版有3面，然后想要高一点版本，就从普卡突然跳红钻，不愧是。科纳米的亲女儿，可恶！不过我也希望闪刀机可以再夯久一点，再撑久一点。对啊，毕竟我会玩的就是这一副，挺漂亮的。那很漂亮，他就可以去跟我的
另外两张做朋友啦，错三张、嗯。对啊，你终于打开嘞、欸。对啊，你撸了什么感觉？撸了大概他来多久？大概就撸了多久？可以开吗？我可以拿来用吗？哦，拿来用这太疯了啦！现在想想真的不对，真的是蛮漂亮的。日子半段效果，然后就是很湿，一点透钻都没有，盘子就会有点点。对啊，好啦，欣赏完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到这边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那大家拜拜咯，拜。